来看起来直接来给咱做带动，然后袂歹歌声非常的赞，然后今仔叫咱每一个水果鸟歌喉拢作赞的。哎、欸，但是那个瓜肉拢总无同款的，哎、欸，咱的米线有它独特的那个特色，有一点点去感到毛，感到毛吼，哎、欸，其他咱大家拢安尼哈，多多嘛是呢，啊就我安那的嘛是啊，热热的后背啊，所以嘛是叫画到的，对对对对，散播热情，散播爱啊，他是把他的爱分享给你啊，对对对，好朋友就是这样子，有东西要，我又没有跟他亲亲，为什么会被他传染？啊，飞沫啊，你哪有讲到的嘛？无。啊，你基本上都没戴口罩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我跟他讲的话吗？没有啊，就拿同一支麦克风就感冒了。好、啊，真的哦。啊，小可能小小的，啊，可能你晚点就要感冒啊，麦讲后背一路啦。哦，有可能、啊。可能嘛，这一种天啊。我定是我甲传染的，伊变严重个传染。一种天哦、啊，多变化，你感觉？连面风啊，啊，连面个落雨啊，对啊，感冒落啊嘞，啊，连面个落个流汗嘞，没错。啊，所以嘛，足容易感冒嘞。对对对。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，是。来，谢谢啊，咱的米姐来给咱安排，咱头就是非常好听，轻松老嘞。歌曲吼，粉红超跑来送给大家啦吼。啊，第二首要安排什么好听的歌？纪念品。哇，纪念品吼，咱的进前吼，咱的机动节唱红的歌曲。对对对。好，今麦由着咱的米奇儿来给咱做安排哦吼。来，纪念品来送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再来一首纪念品。嗯，阿表是无人吗？因为省电视墙，你搁看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来，我今来安排一首咱的抒情快跑的歌曲啦吼，咱的曾心梅早期的歌曲《纪念品》哦。感情有打着点点的风，讲我心里的就像彼此，原来你是也是屁股，这在阮一生你的爱的苦，嗯呵呵，讲你爱。心，怨叹苦，提起昨暝的情，既然你对阮已经无事，何苦为你也也是你，这段情当作送别的纪念品，纪念着咱。纪念着咱的情谊。
招财又一步，一日孙两日孙，代代拢会当出着好子孙，百世拢总有子孙。对对。